有一对对台南来阿婆连续十年，那家己买材料，那宽道，那做板头，帮助弱势团体。这两天因来到新竹，除了教这客龄中心的学员做板头以外，也透过机会在短短时间内卖出超过一万粒的板头，这钱也拢要全部捐予弱势族群。打开货车后斗，内面拢是在做板头的材料，掺鸡丝头啊。台南这对阿婆平常时啊，在宽道的时，拢困伫车顶，因讲这是因五星级的饭店，欢喜讲五星级，嘛代表家己有省钱的意思。五星级的时候，唔免开钱的啦，唔是真正的五星级哦。但是对我们来讲，真的就像五星级的货车旅馆，因为我觉得就一个小小的窝，然后我觉得很棒。自台南来的这对翁阿婆，全台湾走透透，连续十冬宽道做爱心，家己出钱出力。做馒头帮助弱势，得令挂到金门北湖白旗街，非常的支持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，所以两天之内呢，就订了1100多袋的馒头。第一档到第九档，拢总做有1100多张啊。啊，那几工算了啊，一档那365天，我有3.5档，足足千几工拢伫外口。因阿母最近来到新竹，除了教客龄中心的囡仔做馒头，佮透过爱心义卖，卖出超过10000粒的馒头，佮赚来的钱全部捐予弱势团体，完成这个愿望啊！一万的馒头，咱佮囡仔完成啊，来送出去啊！大家食了讲，祝贺只纯手工的有人情味的馒头。因阿母讲，未来继续宽道，佮这份爱心掺希望，继续分享予大家。透过实际行动来帮助社会上需要斗三工的人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